要说谁是放下最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人，看看表情包就知道了。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，要说运动员在赛场上奔忙，场外也有很多幕后的人为赛场上的运动员而努力。原本驰骋在赛场上的王蒙也转到了场下，在运动场上，王蒙是人尽皆知的大魔王，在场下，大魔王的反差萌圈粉无数。作为专业运动员的王蒙，虽然不是专业的解说员，但是王蒙的解说趣味性十足，这表现不就是守着电视机正在看冬奥会的我们本人了吗？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，王蒙可比场上的运动员们忙多了。去年东京奥运会有吴京的表情包，今年冬奥会有王蒙的表情包。虽然冬奥会一开幕就有不少网友喊话吴京复工，但无奈王蒙的表现实在太精彩，所以喊话吴京上班之后，网友有马上改变画风，直呼让吴京老师歇一歇，换王蒙上班。而换王蒙上班也不出意外喜提热搜，哈哈哈哈，网友们也太可爱了吧，图源网络亲善。